中芯国际、寒武纪三软结构延续还是破坏，技术分析。那么首先我们来用一分钟快速的梳理和回顾咱们前面讲过的关于上涨结构以及那上涨结构的延续与破坏。什么是上涨结构呢？那么高点不断的新高，低点的话呢也在不断的抬高，那么它就称之为上涨结构。上涨结构呈现之后，后面观察的重点无外乎上涨结构是不是不断的延续还是被破坏。那么它只要说每一次回落低点都属于抬高的状态，每一次向上上涨段都能够过掉前高，它就属于上涨结构的不断延续当中。那么它的分析要领的话呢，核心在于上涨结构中上涨段看力度，下跌段看位置。那么下跌的看的位置呢，强弱看前高，结构看前低。每一次新高处回落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那么对应的它属于横强强势的买点特征。那么每一次回落呢过了前高但是不破前面低点，代表的是它的上涨结构还没有被破坏。那么这里面的话呢，重点在于下上涨结构中下跌段是找买点的，前提是下跌段不改变上涨结构本身，同时呢要结合一个底分型或者是结合相应的多头力量呈现。而上涨结构当中上涨段是找卖点的，可以呢结合一下顶分型。上涨结构破坏需要高度注意，破坏上涨结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下跌段把前面低点给破掉了，代表的是原先的上涨结构被破坏掉，破坏掉的话呢，那么后面要么演化为盘整，要么演化为下跌结构，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回下跌段没有破前面低点，但是呢新的上涨段不能过前面高点了，那么它也是上涨结构破坏的一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的话呢都是要高度警惕的，也是说呢对应的不能着急再把握买点了，而是以把握卖点为主。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再结合具体个股，例如像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呢前面业绩超预期，然后的话呢近期有利的因素越来越多，那么对于它的分析的话呢，其实我们从实战从实用的视角来讲，只需要不需要考虑太复杂，只需要观察 40.01 以来的上涨结构是否在延续中即可。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不妨把每一个向上的比向下的比当成上涨段向下跌段来去看待。那么呢我们来做一个快速处理，比如说一比上一比下一比上一比下一比上一比下。那么很明显上涨段看力度，如果说呢上涨段的力度是属于量价起升的一种状态，那么对应的可以呢结合它更小的结构去往上去跟。但是呢上涨段本身在上涨结构当中是找卖点为主的，这个找卖点为主的话呢，例如说结合日开层面来讲，例如说呢出现强顶分破五均了，那么呢这是一种简洁的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呢，可以通过它内部的更小周期的结构，如果说呢更小周期结构上涨结构破坏掉了，那么呢也可以用它来去确认。好，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高点是不断新高的，低点的话呢也是不断的抬高的，那么这个位置回落前面低点最终并没有破，也就是说呢它的上涨结构并没有被破坏掉，没有被破坏掉的话呢，那么在上周五业绩超预期的氛围之下，它给了一个明显的高开，但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对于它来讲的话呢，怎么来去思考呢？首先下跌段找买点，这个下跌段什么，第一个下跌段例如说前面低点没有破，同时的话呢能不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例如说呢还在不断的新低呢，还在不断的新低，五均之下还在不断新低，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接呢？肯定是不能这样去运用的。为什么？你不知道它下跌是否不断的延续，最终破一下前面低点，最终把下跌结构破坏掉。但是呢下跌过程当中如果说呈现了一个分型，列出呢它只是弱底分，阴阳交替，小阴小阳星，那么对应的不妨呢多观望一下。好，但是呢如果说出现强底分型上五均，那么你在强底分刚刚呈现的节点把它作为一个买点，而后的话呢小周期你把前面底分的底当成你的防守位，当成你的纠错条件来进行处理，这是一种应对方式。好，那么对应的在上涨段的过程当中干嘛呢？
只是跟踪列孙呢、啊、哎，如果说顶分未出，五军未破，沿着五军线上去跟即可。如果说出现顶分了，但是它在标志性的阳线的范围之内，是属于中，是属于弱顶分，小阴小阳，弱阴弱阳，那么呢不妨守一守。好，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它的因为第一它的上涨结构还没被破坏掉，没有被破坏掉的话呢，那么对应的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这是从日线图出发啊，列松呢这个细节可以呢参考模型，列说前面的下跌日线一笔下的内部它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列说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但是是属于缓跌的，而后呢一个日开一个强底分型呈现了，它就已经实现了五分钟的哎弱转强，五分钟结构的话呢呈现了多头猛发，那么你在强底分呈现之际就可以把握它的买点，然后把这个底分的底当成你的防守位去跟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模型是什么呢，例如说它日线一笔的内部五分钟的结构的话呢，它并没有背驰调整的比较深，而日 K 的已经呈现底分了，甚至呈现强底分了，但是它在五分钟结构上面来讲它的卖点还没破坏掉，甚至五分钟层面来讲它连转强都没有呈现，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不妨等一个五分钟的强二买来确认一下。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例如说这个位置呢日线一笔下前面低点并没有破，就出现了底分，而且的话呢周五它实际上从开线的位置来讲它也是一个底分之后多头增强的，虽然是高开低走。好，那么我们结合细节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在五分钟图形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五分钟的多空平衡，因为前面呢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跌，这一个五分钟线段上呢只是刚刚和前面的高点基本上在平衡的位置，那么像这种情况可以利用五分钟的强二买，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说带有抵抗的回落，前面这个低点不破，你可以利用五分钟的强二买来去把握，然后呢把前面这个低点当成你的防守位去做条件来进行应对，这是一种方法论。如果后面呢能够实现五分钟结构的向上演绎，然后的话呢哎日线比的向上生长，就要考验前高过不过，不过前面高点就出现新的顶分破五均反包阴线破五均了，那么就是找卖点的节奏了。如果过了前面高点，那么内部的话呢你可以通过内部更小周期的这种结构的破坏与否，或者是日开哎沿着五均量价起升向上运行，那么持股一旦出现顶分破五均反包阴线破五均了，那么呢哎离场减持，这是一种应对的思路。好，这是中芯国际。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例如说像寒武纪这一只个股的话呢，同样的一个视角，如果说从更大的一个周期来去观察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列说从前面40.59块一波上涨，一大波下跌，又一大波上涨，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已经过了前面高点，那么这个过了前面高点的话呢，咱们前面讲到过两种模型，过了前高从更大的一个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它肯定是要找这样的一个卖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过两类模型，一类模型是什么呢，前面下跌比较深，后面反弹的话呢即便过了前面高点它消耗了多方的动能，而且的话呢还要观察它的背驰与否，以及呢对应的至于后面呢再往上大周期是以找卖点为主的。好，那么什么情况下是积极的找卖点过前面高点呢，例如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下跌是属于缓跌的，而且呢下跌的空间有限，带有明显的抵抗，很轻易的一两根阳线就把前面这样的一个甚至连续半个月甚至连续一段时间周期的高点都实验快速的给预过去，它的多方动能还没有经过大量的消耗就把前面高点给过去了，那么对应的反而是找买点的。好，这是从大周期，那么从小周期从中期来去看待是什么呢，只是观察95.85块以来这个上涨结构是否还在延续。其实呢很明显，按照咱们刚才的这种模型的视角来去快速处理，然后呢再结合当下来看列松呢对应的啊，一笔上一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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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高点的话呢整体还属于在不断的抬高，低点的话呢也是属于不断的抬高中，也就是呢它的上涨结构还在延续当中，就是上涨结构没有被破坏，没有被破坏的话呢，那么这一笔的内部它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的话呢列说这是有一个下上下上的中枢，而后呢再回落，这个回落呢和前面并没有背驰，就那五这个日线一笔的内部呢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且没有背驰，日开已经呈现了强底分型了，强底分成型呈现的节点的话呢，那么咱们刚才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模型啊，就是说哎下跌段最终是找买点了，但是要结合一个多头的猛发，或者是结合日开的强底分型或强反包阳线。好，
那么内如果说呢，前面内部的结构呢是属于有缓跌的，是有一个背驰状态的一个日开的强反包阳线或者日开的强底分型，就已经实现了小结构的明显的入转强空转多，那么呢在强底分之际，那么呢就可以把握买点。如果说呢内部结构呢是属于没有背驰的日开呈现强底分型了，但是内部的结构来讲它的卖点节奏甚至都没有会化解，或者是五分钟的强弱结构来讲并没有被改变，不妨等一个强而买，五分钟强而买。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处理。处理的话呢，前面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例如说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做一个简约的处理的。简约处理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好中枢这个离开呢和前面没有背驰，当前一个五分钟线段上，线段上的话呢虽然说进入了前面的这个中枢，三类卖点被化解了，但是呢前面这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下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实际上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对于它来讲的话呢，一这一个五分钟结构上面来讲它并没有实现入转强，后面如果说呢新的五分钟线段回落把前面低点给破坏掉，它实际上还是五分钟向下的延续。但是呢如果说用五分钟强二买的视角来去确认，列出呢五分钟线段上之后一个五分钟线段下它是带抵抗的回落的，前面低点不破，那么呢一旦再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周期的一个多头的力量，那么把它作为买点，然后前面低点作为防守位作为纠错条件，那么呢进可攻退可守更稳妥一些。好，如果说来触发了基于往上演绎，那么呢日开结合笔的生长五均分型去跟内部的话呢观察更小周期的五分钟的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和演绎来去跟即可。好，这是寒武纪这一只个股。好，那么再做一个总结，总结的话呢就属于这里面的话呢容易对于多数散户来讲容易发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上涨结构当中很容易识别，但是呢上涨结构过了前面高点了还在延续当中，那么呢更多的是什么，本身往上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观察什么时候触发攻投力量，或者什么时候触发什么呢，是触发的是例如日开出现强顶分破五均的，或者出现反包阴线破五均的，或者出现什么呢，或者出现的是属于更小周期的结构破坏了，干嘛呢要找卖点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干嘛呢，突破前面高点的时候，突破前面高点的时候，突破前面高点的时候，更多的是增加了无限的对未来的幻想，而后的话呢去追，如果说呢还能够基于延续还可能赚点白菜钱，如果说呢一旦遇到转折没有明显的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就会演变成追高被套，一次又一次的站在三岗上。那么同样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呢观察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是属于下跌段它并没有改变上涨结构本身，下跌段呢实际上是把握买点的，这个买点呢一定不是下跌中去接飞刀，而是呢下跌段中一它没有改变上涨结构本身，二触发了多头的力量，这个多头的力量的话呢你要再结合细节利用板块和个股的资金共振。如果说呢内部的结构来讲的话呢，刚才两种模型列出日线是一笔，但它内部的结构来讲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带缓跌的一个特征，也要一个强底分一个强反包阳线就实现小级别的小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弱转强空转多，那么呢可以呢很果断的当成买点去把握。好，反之如果说内部结构是属于凌厉的没有背驰的，日开呈现了强底分型了，呈现强反包了，但是它的小结构来讲还是属于弱势当中，并没有下跌结构没有改变，或者是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卖点，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结构并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那么对应了不妨等一个五分钟的强而买来确认一下，然后的话哪怕把底分的底当成这样的一个防守位来去跟。好，这是做个总结。那么在基于后面呢记录过之后，只要当时符合你的介入条件，那么呢你的买入就一定是正确的。只不过呢后面的演绎无外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不断的横强，然后呢来继续向新高延续原大方向的上涨结构，小周期的话呢就在演绎当中，这是一种推演，这也是一种剧情。好，另外一种呢如果说还没有上涨出来，若阴若阳小阴小阳甚至星，那么呢只是忍一忍，当你破了你的纠错条件的时候，那么呢收取刀落离场。这个时候呢就怕的是什么呢，真的调的时候的话呢下跌的过程当中，第一大就那上涨结构被破坏掉了，无知无觉，好还在幻想。第二呢如果说下跌结构就是下跌段它的上涨结构没有破坏掉，
触发什么呢？触发了向上的力量，触发了多头的猛发的节点呢，又不敢把握。等它涨上去的时候呢，又想着去追，这就是呢，这就是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混乱，也会导致，即便在一段结构性行情当中，依然存在大量的散户可能因为应对不当反复亏损，而在强转弱或者弱势的延续当中的话呢，因为幻想，因为侥幸，反而什么呢？反而没有让自己及时的离场。就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用缠论也好，均线也好，还是说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传统当中的一些技术作为一个识别的标准，一定要自己的节奏，什么条件我买是因为它满足了我要买的条件了，什么时候一定要卖出是因为触发了我要应对的条件了。至于说后面的涨跌，我们只是要跟随观察和不断的应对的，决定不了未来的涨跌，能决定的就是自身的应对嘛。好，这是对于技术巩固，上涨结构中下跌段，只要不改变上涨结构本身，那么呢，下跌段是利用下跌段将结束或者是可结束，结合呢多头力量的呈现的时候找买点的，而上涨段的话呢，是利用上涨段当中的更小周期的结构破坏，或者是空头猛发了，或者是出现强顶分破五均了，那么呢，上涨段是找卖点的，而不能搞反。好，这是关于中芯国际寒武纪对于什么呢？对于上涨结构的技术巩固，上涨结构什么是上涨结构？上涨结构的延续，上涨结构的破坏，以及呢，结合买卖点，结合呢更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确认，什么情况下我不需要确认，只需要等一个强底分强反包阳线，当时就可以把握，什么情况下最好等一个更小周期的五分钟二买来去确认。好，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好，再见。